长天评弹忆清廷第三回，重托三庄，由蒋月泉、姜文兰演唱。丁章，听何哈子凄苦诉命，是金官生西郎阿斗，格格里里么好到大哭个哭顶起。那么哈子么个，如果十两银子两里酒钱，那么个张家蛮难的。那么你到底还是相信你，还是不相信？来不相信，那么海里来啥去？相信相信么？到底哈子这个几句闲话，不记得我男人真正西郎啊？那个娘娘的心还是不死？成就差人的让阿里去听金官生，分晓得那个男人金官生的让欧大里向凭着个黄毛病卖送，夫妻两家的三个出门不过，张子两三么官生出去，金官生的脾气受不落个，金东娘娘该是自家要了让官比是官生，可中间一股罢来。那么瞧出去老欧当天三次他年得么到门家走来里出落了，到基层云房里平行也好么一定等那欧当天，那么个三次他已经处理住这么欧当天哪还想等你，尽管生亡啊不住死啊不住，实在也好两家都待得了，三是他的经济事务还是姐姐家能天黑不出落雨不出太阳阳不出阴子天上要起身你才有糊涂，其实们大家心寒你在安排过一而心困一一不说，原来经过生不拉三是他去了去了肯住的几千也想住嘛，脑里想寻得来的，就是虽欧当粉丝靠孤影子金官生不拉必日里听这个童儿哭得哭得来，把那金家子一年当三顿当个屁股浪向避开说来，而且送衙门要靠上，等到粉丝一追嘛金官生爸爸家吐血子那也不能住，等到吐吐血雨来到口口只准备到这里不麻烦的非要死的，哎，七七在地方的买卖就养了养，那么到底年纪轻，会忙哪里去？身体的一下子，去了去的也要这样走的，刚刚要走嘛，老婆不走了，老婆还不当心，吕布拉金官生听得很多娘娘，当兵苦的行门大闹厅堂，我身热动拉皮布，左手你娘娘两只耳光嘛，苏州人在说，李金龙娘娘啊，差点吃了虎。睡起来那个唐困自我起码分起来，昨天郎中非常不能听三四他的弟弟一大是天下的可是那个从伤风咳嗽没好受住，你个种毛病哪来噻？那边刚不养老婆不吃两天丫头没空了，那要在弟弟家门的你都有当你杀人三病，那么你是杀人你说当高当高门家要出去的都是他要出去，你发现是我老婆不是高上面那么难你我替要拆开来给他去买个两笔闺蜜去买个一笔冰冰脆脆再还个几十天要求去嘛，三股接了听到尽管是睡是睡得来不睡是啥给他逼迫着谁的心这驴子生出来的破子来大概跌脚的样子，叫秉事实证一证三太好生所讲求神拜佛终无业只得二弟拜求一人迷令对方无奈秉义拜神气饶于是名将士使得七月行者得今者听个三声三死他做你都要当市长你要阿佛子们一直叫到要你那困得了你里面吃不落
一个人民币只值一块。扣扣都要买瓶一年送一年，这样吞下去，要是遇上三大两都难弄翻，还得安葬你，屋里一分钱给你。那么也不够，那都要讲，现在不能提，心里难过么？吞下去就安眼。哎，今朝就上一口毒药，想杀人神气的，这面孔上盖着两彩了，还能看上去红当当，花枝来得个很。刚闲话像杀喉咙啊相似的，才使他心里一松，阿为满病又走几张。现在口口毒药，里面嘘嘘喊喊喷着了还，在外用房的男仆微微睡觉里进来。谁是他？我看大姨的脸色。哎，今日里刘伟好心脸。老婆婆带李可可，你们真真接不动。今朝好点子，今朝门口得出个叮叮不灵。谁是他？嗯。哎，我看到要看不住。哼，亲弟。真假我老婆看到呀，走到今朝半夜里，爱到明朝天亮，也醉了。哎呀，老婆，这你是要啥？不懂，这个名堂叫回光返照，你哪会得喝？几十天前，再过菜场厅堂，啥个大理的今朝会得喝？这个叫鱼钩灯插子。搿在灯里向个雨滴的模样啦，唔不得了。搿在和江景要映个辰光，在海里要亮一亮，要爆一爆个啪啦啦。搿个一爆是打招呼，哎，唔不得。好，快点搞定下来。汤师傅来嘛，泡水子应他。老婆不动，都要看上去微光飞着，口腹欲出。再说上浪向个金龟是拿青龙龙会上。在低级地里已经听见，啥了？金官是那个毛病特长，又是哪个人？来得个灵性，可能那三名人糊里糊涂的，胡言乱语，但没啥大不了。有两个七香内裤破得来，哦，一个大头巾，哦，一个毛笔卷不要紧的。这个啥的，这个人热度高，热度高是有点昏，胡言乱语，一个毛病口得出的。三名嘛，定去困那长浪向。谁晓得个灵性？毛病么不好个灵，灵气么来得个灵性？困难当中才怪你自个。哎，我是大门。哦，风露老师开车，总在上门的过着劳动，四个人勇敢些的么？这个毛病怪他啥？上拉下金怪是女性人。眼里一个追过来枪杖相拥，忙进上衣裳一脱，七十岁那头摇头上头发露露。啊，大爷，太太，可要吃的牛仔汤？小生不要吃。好，太太。嗯，今朝几时亮？这个。老婆听见老门今朝几日已经说出来，估计三四他也哭出来话，都要啊！拿起门里啥子？上面人家门一家，你糊里糊涂遇得过去，拿起门里啥子？到底几时了？老婆想不能说。说出来不吉利，今朝我的地有个地了，一个人也还有地的，今朝你带着地在，百爷们，俺都要门家子不个抽烟，今朝月底，哎，今朝的你话不晓得，侬管门家不个抽烟。
尽管孙金家里自家晓得个身体差不许，马病又是马的。我凭怕叫去，开来一面去。对呀，放心，今年五不吹天，今年的还一年只有三季，春和冬。哎，开年嘛都一个春天，开年是运气的，开年叫春和秋秋冬。来放心，今年五不吹天。老婆婆想着俺刚刚嘛，云房里向三个大家分两重，心里向难过，畅想畅想。尽管心想今朝那比看上去今朝的压力我难过了。再看，大姨，小帅。再次见，见东想西，是吗？没真都要你还想想，舅舅不养你的，非要去养毛病，想的啥？那。想来想去，我不能给他那个的，我不能死了的，我要走去晒太阳。小孙家委屈，哈，啥子你要走？本来我已经劝你走，万劝不肯，十劝不听，现在毛病自家从这要走，你哪还走？走是那天明天不干，你动弹不能动吗？哎。你居民在身，不能委屈哟。不要紧，这位麻烦多，身体不来事嘛，
当我选件夹子哈。我真是没娇儿的，我真是没舍儿娃，我关心受些辱骂，为完整够你一两方。倘使我做不对了，太监子的手下不弄出事体来，这麻烦要紧。我在半夜里想办法，挪我大一路，半夜里没啥人看见，放在我大孙家土木，因为我要上大孙家饭来，放在我姐家我，那不一根竹头不我还是，我自然会得走起。我要扶着天做根儿走，不管他摇摇晃晃不儿花，不管那跌跌冲冲生儿家，我听一定来把一把我听爸爸爸大妹啊，我你也把为家听也委屈。哦，别他一听我的记住在这样背也住出的出不是住哪种饭你这样住起不来这个样再想这样出不住哪里用这点子吧，哎，我来这里一走，再是留个几日天，买瓶稍微清点了再走去。哎，大姨，三太，没人没意，上联黑是谁们？皮下平地为主命啊，不行。你当我金官身上门，浪里晃风。大概一辰光，我脑袋乖乖，我眼睛走起，你别弄错。我个走是还是难，小生为了争个武力，孤儿把酒接纳，我再定先天下之外。我叔叔三个初五的辰光出来个当天，我发现一个局。我说将日啊将日，万一当那夫妻伴侣，除非三更梦中，世界上事体想不得。阿哥讲过，今朝万一走起当你帮忙的，我也浦江一口气。去几只梦一场，哪怕贫女功德大富呀，把你真够日只是爱白逼我眼的真够呀，只为家虽真秘密上很难明目，我总是忘掉一来是妈，我半夜奴奶三次哈这个人安顿好，屋里向通通在讲好，我将这个牙齿听得清清楚楚，房门里的谁也听得，半夜的听去答应肯定来走起，但这个辰光是我开眼闭，所以我半夜走起。太太小心点委屈，但是他听我的废话嘛，
眼里流的是。你听听看，自家毛病总得自家，一点点不够力。上天要多些维护我，要骂我的人都骂得吐吐涕涕，那么的顶顶。心里一人输，眼里儿。哦，要哪里都都不能委屈的。老婆婆在之前看看，你走脱了。这个辰光大爷爷走么蛮好，让你走。你不要去留了，谁是他那个？做什么？大爷的自家要维护蛮好，让你走去走。身体慎重呀！你再留了，你不是他的药好，你让害你去。世上什么毛病不能轻，郎中的要性命就糟蹋他。这个。都要为得富郎金家里给高档听大名鼎鼎的郎中做辛苦一辈子住、啊、那么做主都要与地上三然两度你跟那欧当林还弄饭那还带的是都要让你为得金家里买多种孩子还好试试试让你住气吧我带了带给咱来给他欧当林还弄饭那么你可以是哟好是看我来替他当高师他商量商量啊嗯好老婆你是这个辰光你不能给这里是谁是他云王厚度皮克他当高是他云王他今年一口没口气当高是的当高当高家副手今年是送的自从金贵生病之后我一经提心点的真家伙三个聪明进屋的当年为止都鱼通了上面留了给他欧当里再凑落自家打自己的土地出去做法子结果金贵生创办三度的云王里正在我为主那个死一生怎么你难也不够想龙出子起来总归你吃亏你都衙门你是高人啥人会帮你啊这还求你做话不做事不做再与谁来啃猪仔也是吃火鸭啃鸡仔也是火堆嘞一家不病得已在病气神中哪吒最不能攻今天进这个你们去哪里你在客厅老婆屋嘞现在你是谁是他的嘞闷闷口老婆张哥大义真假烈客上去都要今天要去楼子好靠不住哎呀，这便是有死好意。刚刚，都要是你要为父起的。啊，为主没来。哎，啥个，海鸡饺子了，熟了，真正你给打发欧爷嘛，不跟做驴不理，你不娃要补出去的。啊。那么你是唐师傅里向大娘娘门气已经带过了啥，然后你给他欧当这个事体发的。啊。刚刚。我看你阿爷娘的外父去把别弄点尸体出来。哎，刚刚带来个妈妈没来得走脱个，我临时要走我那娘里去。但现在辰光为啥走个啦？现在做啥事体个？毛病自家送，回到屋里门起来拿说话。现在没法能治愈的，那个老婆婆哪会得来问我？各种外头的。哎，老婆啦！张哥，老婆，你今太风趣，没得命，不知他家中玉佩。送我来帮了你同生家头不来个呀谁说把大衣送到那好家不等等等等把门人真
出事体的。那么随手里五百人看见，你们为的是南京府郎的金都娘娘出来护驾，男人几根不走，现在满屏送到自家里边门个，那门起来哪是？老婆那是都要帮你，十句话不讲真话。可你说起来那样不过你回回办门口你记住了路子记住了路子你这都要难搞据我们不肯配改一步就要出改真能清清没够就理解宾客是听觉的你上去大行门来听到是来动多少倍他几根的了给他恶闹经得起的你当时听上课你可不来了凭着这个送你走吧你不送怎么我来去不个心带来的不许几个你乖家呢我等些弟兄们朋友们通通都要落手要是让我苏军军到了一要开门来问我挪要你要送信得不得所以要回去走走不能你是对付方子是呀说得这个不生的关门落手，不过像我刚才没啥灯光，但可能三门啊要走起来。要是把那人生不做在事想起不个心，情有慢慢心，等到那点生命太危不起。假说老夫吃当刚是他的云房，打得几阵房里，尽管是那上来已经听见。老夫。当家可要呼一几条儿送我回去那不像我俩上我还得来讲讲你也是这还是在给他你都要别气死他这还是句话等下当家是他说给本来要送你回去因为你身体不好你都同志告你这那么花钱你那里给他欧当里面你重视他七几年都要么你就要给他来扣扣呢我有今这么都要喝的这么这么挖的你都要为夫妻这么你七几年扣人不扣去当他是他是稍微再够他两年等你身体冷安的嘛送来外地尽管是聪明人你用不到老人我告诉你现在你老不良三爷我喝的不能救的都压太去气没够一三不能委屈不能救不追来带三四他妈妈我能给西亚来不必得还会长子去不过不要你说我西的些子去我在不得开人家在比五三四亚娘第二葫芦人大飞虽然那之争都比都拉好于生命我们一定上我来没多弄哪是一种我来那之争哪抓了子三次他的大岁没经过身当爱里往往三太大义先生为爱三太大海了你大意
是中华儿子人呐、啊。是啊，我非呀，我乃安排好，非是我妻子，我缺爱不便。我家奴奶托不一个娘子，把你真呀狗日，真呀，托封无语拉王林，要托不拉王林，收来收去500人，再托不离，为啥么这个人定他的事？他是金家。三代的老家人孤岛你让跟踪心来向我金贵生你要哪来的你是在哪下家等到我五岁的辰光娘来再告诉牙山一口气我只有五岁，老娘家跟那上朗向，上门的清清楚楚昂的昂，加上的路我是脱不了网的，搞不了网的，随便那哈那样灵异巷口，这个巷口我也搞脱不了，往来来打雨，等待牙一过世以后，五百斤的体，自家人来在家当。各种亲舅伢子让托孤的人管的都害怕胸部这样就带下来得高档七步两把来马通王的30万两银子这个王宁实际上这个小奴不是金工的样是零的还得30万我来了好的弟弟上留个皮夹飞起口标长枪把你都吃到2斤1光七步两帮水自己运动收最富是王林另一个小楼向特金家的一个高档老了土当上向三家分确当人家水晶给了我是于五岁当过四个人挂高档不宁不金家的一个菜也通通来封起来
南外天地不能日。皇帝的老高飞的白子奴让山当上想租一只房子，大衣裳供给家么养的。我要在街道里想去送街外的。有些年天皇帝的老高飞在街道里想去送街外，王老老门上高飞拿来送饭么，那么都要那喊你。皇帝的高祖是现在困着了，就说把那王老老废物在拍他。你只晓得男人吃饭，娘晓得小东家危险。七不两帮四郎四虎，就隔壁仓库里向发进来，我虽然喉咙口一震，我难得都是谁他来了？临终的辰光，我不要拍胸部。你这样临终要我要喝啥子？你二三的我虽然白在街了的了，我来了。所以我尽管受苦难，搿点高档海人，五三我已经改了。一到街道里向看见犯人，头发蓬松，英勇恶闯，血怒一喊，随之吃天火。同理唔得，皇帝当天给人力的，衣裳穿到街道。有谁来取得皇帝的老高山到南京去见曹光度？是我的姑父，拍戏高上，总是那虎皮龙筋上，搭七步两房一到两楼，搿点高档乖乖你进家。你今个的叫金丝啊大王，本来你巨王，但是到哪里都你牛逼大王，家当通通坏。你想我小军帮读书，王奶奶要陪到我半夜，困在当里头困。而且你个老高先说洋人，因为拍戏高档，喝一喝身上水冷了，你个老高先走来说洋人就死掉。皇帝张口七八两王再来等我个家当，你今个的这个家当不能做不费事嘞。来啥不急要当我拍亲，就是拍这个爱亲。离不提不个男，想改点把队，五百人来欺瞒。罗里晓得我打仗是夫妻是兵态，谢谢地里说到我部队上下，一步把来。我外地人的去到外分水上，都是自家人的去。王来了，王来了，你为我东家和姑息来苦，我怪身那里殴打你，明天五百。机身的人物想来想去，只有托你王的。将来你执政于地上为难的辰光，你去见王的，你告诉王的听，一百肯当你出头。哎呀，将来你去办对王的嘛，王的不晓得你啥子样人，去十五兵你啥子样人呢？中央背地的兵局不你们好。大义，去分王四大大，是够。陈王师傅，你叫我，我阿妹你不能住起来叫封信啊！哎呀，你叫不动了，喂！哎，大爷，你病体深重，还是改日再来吧。不接了，老奴带你看看今朝你真正折腾。都要改个光要厦门哎，白素白是一斤么子，你到底病体上？俺都要老奴去闹不了。老婆我要进到外头去，我都不认不。我们尽管是困到长了，难下饭，不要紧。外头有只红布的炕帐，炕帐上像有只炕机。伢尽管是身体受一肚气，背里撑点皮头嘛，可把炕机的那身上像一包，都认不放了不比。这个人呢可以下，加上尽管是拿着女布比去拿出来副手指，进欧大里打进来。我这个手指就是尿心的，手指那像一米四，翻出来的火板与松板，我个坐腿，扛起那像放一放，猛的没用，踢的背板没经过身下去，你想身体也是不好，而且零地零地困难上浪，马有经过身两个丝毫功夫那还，但是手指那像下一些西江，西江与南下翻。为英贵重一战，这人世外英雄，那几兵闽南就够服实话卖去，须得春来催绝，阴里受风孤楼，外望大力后如军，密家王帝保住，林阿阳说，西江为谁，这副王帝老翁。刚你七月行者
怪声惊雷疾病，是哪一首题家歌？为应会中一家三人喜欢音乐，因为夫妻不要什么，我就自家有点发闷音乐。那是一瓶闽南酒，炉里下等我身体不好，更无实话卖酒，我更无知三思他者。须得春来秋去，乃王林小姐给我有啥个春天的来花了，秋天的菊花了，不管乃就乃两高头也一样口袋，你都困难，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外王大力呼救救乃大张眼睛，倘使乃王林不大张眼睛，那么我非得应该我口眼不闭，是俺休息家。小孩再扣一扣尸体的嘛，俺下车。不错，没得等待过一过，身体已经喷火气，分房四把康健挪他们挪破手指说过来，太太是非将军一声，两边去去之，是，对，好聪明，等到后面口里一个字一个字笑起，笑得随便，只顾那个心里这个一步得了救出来。上不上？害得你十行地步，等到我一死，你还要死。我金冠生三日跟阿生呢，那个，那个等到喊个头上飞，嘎啦啦啦搞出来了，要哭么眼里嘞？一到眼里了，让眼哭浪响，过来过，我要求求，天兵天兵难不能死。不过晓得你个脾气蛮固执的。我他是求你的智力大有，你等到我妻子的成就也是。尽管是这样的啊，他在你头里想不忠于君，我只好了让菲尔留心那想求求，心里想哪个？他是强开去。真三太
你凄凄烦烦母亲生，想你父母婴儿是我听不着，你呀大从身躯呀大心，下来后女要你送往门啊金石门，天定天定来不能去做生意路的年头，你今家的个刚人刚在那肚皮底下，你要牢记生给你明白，这总归不放心，我害我为也说得中的为金家女一门，金家的祖宗三代一个红灯，你呀老记得。哎，大姨媳送礼。哎呀，不要啥，别等到些女养子来，你听我的闲话，我是要给你送到金家的衣裳们。你想想，都要来叮嘱我的闲话，我才做得。那个荣光我还是，别神就上吊了，对金家。问我女儿求求你，那喊求法嘛，只好神就让别人都信了。生态。你受胎孩儿命。熬得风山口上绿松不清，到他你孩儿生长大爱当成娘亲，那日子你口令该来哈落体冷，下在生茶愁，岂不还苦了这父娘的孤儿，他抱恨深，我为孩儿替命，你要保重身躯。哟，三四套在明堂，口口声声为贤奴，实在打破我的面子。答应我放心，别不晓得小奴养下来的欧当里一天不能够留个，不要么说来小奴送到金家里，这个不依看见小奴哪晓得我个骨血，不肯留，我上上回来个养小奴。这个等到我一死以后，上面我不就后生来当我偷下来呢，把那小奴身上，手指拉下为手家之宝，肉身命接他一刀，这不依看见这个两样么子。你总晓得是我男人的骨血，再难骂门，你儿子呀，还要费心呢。那让斗山浪向要第一首诗，你两大队的名字，你的小官的年干部来统统下当去。那么将来你还在欧当里来，我亚个部队们还接走去，在欧当里向可以来人来呀，你呀牢记在心。给你牢记在心。把出来带了我不扣扣门。去日相拜托，对呀，客气得了啥事体？为帮你修牙开口，他是苦命人生，苦啊里他举目否听否照应，小生死于
他跟林丁为王老婆你都费心，他如今的大话就只剩一人，若女生来送一人为王老婆你都费心，带来你生下来后女为要费你心，送往今日门你好比么头功送子往丁居身，我从相同在丁阴了无推脱丁云人，只得来生不报你父母恩，奔着小生气来与你老婆要兜兜亏上几个对人，身体带动不得。喏喏喏，就这样子随之带外磕头。本来我应该和尚，你家用三四趟，我好好叫他们磕头两个头，不能动。根本的喊你，只好用这个。少爷，对了对，对了对，对对对对。尽管生气的同妹子里拉上衣浪下，亲三亲，手打老婆婆磕三个头。老五的心还要塞，砰！除了上门的、安排上的都要得放肆，叫他不满足老婆婆手抓轻，我能够为你那老师搞了，你放心，塞死他，那老奴老婆婆身了。叫上老五一怕胸部，你笑嘻嘻滴滴的，没听到上衣的。开再开不成，打仗都随时。弟弟三四他们，同妹子就为了让亲亲，可怜眼睛一闭，头一直。哎呀，东阳，东阳不就这么？倒是进来。东阳。哎呀！哎呀！怪声林中的小门下有。